拜公，是为搞你让乡人，我生来是杨家将，非常的杨杨家将，就是掉在宋氏家前的女婿的。这些金三太会当为国争前，建了不少汗马功劳，那都春天不负关公金盖三秋官，是非常的荣耀，好的家世呀。我要加强，虽然讲我有为幸亏，只我单人自己而已，都无兄弟姊妹陪伴，我的家世拜得你的小事呀。是啊，外公哦，有哥无钱，你无兄弟姊妹，如今我头中，家中爸母也是单你独孤啊。自细啊，拢无见你伴，感觉真寂寞。好在在咱熟识拜哥你，谁人为得伊结交到？是啊，咱两个兄弟当年细时多情多义，不但咱的心情早干白净，倒在外面所在草滚圆的。我看拜爹你功夫进步非常多啊！当然喽、哦，要拜哥你功夫这么好，有你在边啊吼，时时咧教我指教，当然我嘛进步，要不我感觉真可惜。可惜什么呀？吼！咱虽然讲吼，拜哥你伫咧学咯。无真济，因为我心肝内哦，我一定有一个思想啊。你有啥物思想？你若有啥物想法，讲出来，我定定拜兄会当替你发财呀。这是你讲的哦。是啊。我有听人伫咧讲，论起哦，世界上的想法遮尔啊多，可是无一项想法比你过恁杨家枪。你既然杨家枪遮尔厉害，大哥吼，你杨家枪也是本领了非常之好，你来给我加一个话者。万一有是什么事情呢？你也知影，你是要学成杨家枪，要讲你也了解。我杨家枪传来不传我，不是讲半夜要来偷恐怖，我要教伊。这个杨家枪确实难以传授于你呀。